兄弟姊妹平安。一两个月前啊，一个兄弟伊问我，伊讲最近有听讲有人要请工人无？请女佣啦吼。伊讲啊，因小无免欠因工人了，伊说这工人是袂好。伊说呐，送倒转吼，迄个中介哦，伊说真拍算啊。啊，我就小探听一下吼，探听咧过几工咧，有咧，有一个，伊想要请工人，我就赶紧拍电话问这个兄弟，问伊讲，迄好诶工人也伫咧无？伊讲无啦，已经别人抢去了，抢去了。啊，新加坡请工人容易啊，无容易啊，好诶工人无容易吼。啊，歹请咧！咱新加坡啊，真侪人着请工人啦吼，有迄是来倒骹手做家务啦，顾囡仔啦，顾老人啦吼。但好诶工人真歹请，你若请着好诶工人吼，迄款有责任心、聪明，佮真骨力啊，迄真正恭喜你哈。咱若好诶工人哦，每时咧到厝。啊，有一个好的心情，啊，有迄个真正清气，厝内真清气，啊，菜阁好食，像咱水金子的工人哦，煮的物件真好食，啊，还有迄款啊，衫裤真整齐啦吼，迄个各方面啊，看到是真爽。但是你若是哇，若请到无好的工人咧，要怎样咧？啊？我看真侪人啊，请到无够好诶哈，无够好诶，特别你款无老实诶啦吼，有脾气啦吼，或者是有小夸哈，三只手诶啦吼，或者是歹款待囡仔，歹款待老人啊，哇，迄款着头着疼了，会啦吼，啊，心情诶，请无好诶，工人诶心情会歹。咱的上帝咧请工人咧，咱的上帝一直咧呼召工人，伊也真正盼望有真侪好的工人。伫圣经内面咧，上帝工人叫做啥物啊？仆人啊，仆人啊，这仆人听起敢那是真歹听呢吼，啊，因为这个地位真低啦吼，但是无定着，咱君王啊。圣经内面迄君王最王的，伊有仆人呢。迄仆人的地位悬啊低啊，像真悬呢，比王较衰淡薄呢呢。啊，迄实际上是真悬的地位。咱每一个拢是上帝的工人，上帝呼召咱，咱每一个拢是上帝呼召来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的人。咱叫做上帝的工人，上帝比君王唔知加官偌多咧，哦，上帝地位是非常高，伊创造万物，咱做上帝工人，地位实际上是真高啦，哦，但是上帝的工人到底是怎样款的？怎样款的工人才是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呢？这是今日咱要来思想的问题。圣经这个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书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，就是上帝工人，叫做上帝仆人啦吼。上帝仆人，以赛亚书是真好诶，咱来学习这个上帝仆人的功课迄个册。今日咱的正道经文，咱要来借着这个正道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42章第一到第九节。咱要来学习做这个上帝所欢喜的工人，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。各位，咱想一下，咱将心比心啦，咱上帝迄个心情，或者咱平时哦，咱要请工人，咱来小想一下，怎样的工人才是咱得到咱欢喜的工人呢？头一个啊，我想头一个啦吼，头一个条件应该是啥物呢？应该是咱家己竞选的，啊，咱家己去迄个布吉提马 plaza
或者是什么去行行看看咧，迄个工人咱一定着 interview 啊，亲自来看，吼、哦，家己竞选，着甲家己合得来，是不是？啊，最好是跟咱有亲密关系，哇，敢那是姊妹，敢那是啊，母囝呢吼、哦。我知影以前上院一个老师，伊个工人是可以做几十年啊，哇、哦，真正好个关系，吼、哦，一定着好个关系啦吼、哦。所以若不是咧，不是跟咱有真好个关系呢，比如讲。是别人替咱选的，啊，甚至跟咱做对头的，哇！你用起工人一定用得袂爽啦吼。所以头一点，咱要做上帝所喜悦的工人，咱头一个是要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以赛亚书42:1-4，咱一齐来读者。即看上帝怎样来评价这个仆人啊？伊心目中所喜爱的仆人是怎样？伊讲：看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我心内所喜爱的，我已经将我的灵赐予伊。伊的确将公理传予外邦，伊无宣扬，无用声。也无予街上听见伊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伊无压断，灭将残的灯火伊无分灭，伊便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伊无灰心，也无丧胆，直到伊伫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拢听候伊的训诲。各位，这是天父上帝通过这个先知以赛亚伊个嘴，隆重介绍伊所欢喜个仆人，看啊，我个仆人，这是我所拣选的啊，这是上帝经过侪摆个失望，然后伊亲自拣选、亲自安排个仆人。咱若无了解当时啊上帝迄个心情，咱就小可知影。这个以赛亚书迄个背景，淡薄背景啦吼。以赛亚书，伊是先知以赛亚伫这个主前大约700多年所写的。以赛亚书总共有几章，恁会知无？66章，明显的做两个部分。头一个部分是1-39章，咱圣经的古约几本啊？39本。第二部分是40-66，就是27章啦吼。咱新约有几章啊？27章。所以有个人讲啊，这个以赛亚书就是一本小圣经啊，真正有真好的对应的关系。圣经六十六本册，以赛亚书66章。哦，前面39章，哇，这个主题敢那是较沉重呢哈。后面呢有真侪啊，听文典27章。所以呢，有个人讲啊，你那是要读圣经哦，圣经哇90万字咧，66本册，有时敢那真歹读。咱总是5万哦，一年人读一篇，但是有个人是无变完成啦哦，但是有个建议。啊！你若无变，将圣经读一煞，先将这个以赛亚书给读一遍，伊敢那是圣经的迄浓缩版啊，敢那小圣经哩，哦，那、啊、这因为伊内面的各种各样的主题，咱圣经内面的真侪主题，拢伫这个以赛亚书内面也有。啊，其中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个上帝仆人。你今日的这个正道经文之前呢，啊，就是42章之前。以赛亚书里面已经是侪摆提到这个上帝的仆人，比如讲第20章3节，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和上帝称作是伊的仆人。哦，22章20节，迄个西西家王啊，西西家这个王的名啦吼，这个、王的大管家叫做以利亚敬，也是上帝间称作是上帝的仆人。啊，甚至在41章8-9节，作为
以色列啊，伊就是亚伯拉罕的迄子孙，伊也整体啦吼，整体也称作是上帝的仆人。但是在安尼做仆人啊，包括啊以前啊，还有提到这个啊大卫啊所罗门，跩拢是每一个拢是上帝的仆人。但是跩仆人呢，对上帝看来，拢唔是完美的仆人，无够好。无够好，对上帝的标准来讲是无够好，因无变达到上帝的标准。最最重要的是啥物？最最重要的是因无变来拯救这个人类，因无变拯救人类。所以对四十二章开始呢，上帝是宣告：看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。这真明显，这仆人已经来到新的阶段。就是对四十二章开始，这上帝要亲自介绍伊所欢喜的仆人，啊，是合伊心意，啊，这款的介绍是真正重要的。伫第一章内面啊，不，第一节啊，四十二章第一节，咱再阁继续看哈。第一节，上帝讲看我的仆人，这伫新译本啊，新译本咱无相的版本啊吼。伫这个圣经新译本内面的第一节，你看用几个我，用六个我来介绍。上帝迄是真正，迄、那个心情啊，你若讲啊，咱啊所欢喜的这个人哦，比如那要介绍咱的啊先生，咱的太太，或者咱的。哇，真正欢喜的一个囝，迄就看哇，我会怎样？哎，上帝也是这款的心情啦哦。伊介绍什么咧？介绍哎，伊讲这是我的仆人啊，我所扶持的啊，我所拣选的，我的心欢喜伊，我将我的灵赐予伊。哦，这是六个的我，这个我是指是谁咧？这个、我是指系宇宙万面的创造者。啊，是咱的上帝，伊是真正满意、真正欢喜这个仆人。安怎说真正欢喜呢？就是工人啊，咱想咧哦，工人若是家己讲家己好，有用无？无用啦吼，咱一句话叫什么？家己乌未臭粗啦吼，是毋是？但是这个工人是上帝的恶路的，这是真正是满意的吼，上帝是真正满意。啊，不但是第一节，你看第七节，第六到七节，六到七节，上帝一亲自一对这个仆人讲，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，的确扶持你的手，保守你，要做正面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要开清明的目睭，要带受关的出家奴，领黑暗的出家奴，上帝要亲自扶持这个仆人，要和这个仆人伊所做嘅代志有够用、有够做啦吼。上帝要教这个仆人三合地咧，啊，我看，咱啊主人啊，无啥物指这个叫做水鸡吼，啊无叫这工人指这个水鸡。一定要教伊啦吼，亲自给教，让伊做到真好食，教才咱三成啦吼。上帝也是安尼，亲自扶持，不但让伊灵，伊阁亲自要牵掉伊的手，保守伊，让伊所做嘅做啥物咧？做中保，做光啊，要开痴迷的目睭，要带受鬼的出家奴等等啊。所以呢，上帝要甲这个仆人三合地咧。无赐予伊够用的这个恩典，够用的开来啊！所以呢，恁会知这仆人是自罪无？啊，这仆人是自罪无？对咱来讲呢，这个人特别咱知影，咱到新约的时代已经过了，咱新约的时代咱就知啦吼，已经来到，咱知影这个人啊，对咱来讲是无什么身份啦吼。啊，但是犹太人到今日因也是唔愿意承认。你会知这个仆人是谁无？上帝所欢喜的仆人是谁？耶稣对，但是犹太人因无愿意承认啦吼，因无愿意承认新约，所以呢，因一直咧去仰望这个弥赛亚。但是咱知影，
咱已经知影上帝所欢喜的仆人是伊的独生子耶稣，伊是天国的君王，但是伊愿意做这个赎罪的羔羊。主耶稣是上帝所欢喜的仆人。今日呢，今日是一个真重要的纪念日，什么日？恁会知无？啊，主耶稣受洗日子，咱马路主席已经提醒咱吼。啊，伫这受洗日子内面，福音经课是怎样记载呢？福音经课是马太福音第三章13-17节吼。伫17节内面呢，啊，主耶稣受洗了，就起来出现什么代志呢？天开了，啊，圣灵降落伫耶稣的身顶。啊，天顶有什么声音落来呢？啊，天顶有声音讲，这是我的听见，我所欢喜的，这是天父上帝，所有的人宣告。伊在旧约内面是，这个啊，以色列人讲，看啊，这是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。到新约内面讲，一看啊，这是我的听见，我所欢喜的。啊，这是上帝，所有的人来宣告。啊，这是上帝伊精心安排的，所有的因为伫这个旧约内面，所有的块仆人拢是无达到上帝的标准，啊，只有上帝亲自拣选的这个仆人，就是主耶稣，伊的独生子，才有变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。上帝独生子亲自来做仆人，伊有非常高的身份，但是伊顺探上帝的安排，来真做服侍上帝。甲服侍世间人的仆人，正兄弟姊妹，这主基督啊，伊得到上帝欢喜。咱作为基督徒，就是基督的学生啦哦。咱也来想一下，甲上帝的关系是亲密吗？咱是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吗？咱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咧？甲是毋是甲主耶稣、甲天父迄款关系安尼亲密咧？所以呢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拢得想一下。那这答案呢，只有伫这个主耶稣内面去找，咱就去效法基督，甲主来三亲。主耶稣唔那是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，伊也好好的做工呢。啊，咱可想呢哦，咱拣选的咱厝内的工人啦吼，厝内工人除了是咱拣选的，甲咱有真好的关系，咱个愿望什么呢？愿望。好好做工是无？那是就请一个工人来，唔爱甲你做工，规日甲你食饱困困饱食，啊就死了咯，是无？所以呢，一定要做工，但是咱食饱困困饱食，嘿是个请，唔是伊做咱的工人，是咱做伊的工人了咯，吼、哦、啊！现在上帝工人呢？上帝所欢喜工人伊也做工呢？啊，主耶稣咧做什么工呢？啊，这是第一到第四节啊。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有一个真重要的迄个词啊，词啊，迄个词是啥物呢？真重要的字叫做公理，即公理啊，重复三遍，任何物件呐，重复三遍那是真正重要的啊。吼，安怎重要？伊有重复三遍，头一节伊讲的确将。公理传开，传予外邦。第二个呢，伊并真实第三节哦，第三节伊讲并真实将真理传开。第四节，直到伊伫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拢听候伊的训诲。所以，这上帝所欢喜的仆人，就是主耶稣伊也做工。这真重要的做工是啥物呢？传公理。传公理，传公理，这公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咱就知影这公理的意思，咱就有变去效法这个基督去做代志啦吼。这公理的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啦，叫做 mishpat。OK， 我这无跟写出来了哦，咱知影就好啦吼，叫做 mishpat。哦，伊的意思是啥物？这意思是上帝创造的时阵。符合这个全宇宙的迄个秩序、秩序、迄秩序啊，迄秩序伊要恢复迄秩序，迄恢复迄秩序，迄秩序安怎安尼重要呢？因为是上帝创造的时所
和这个宇宙的，和这个世界的特殊。咱来记的无得，这个创世纪里面啊，上帝每做一项物件了，伊讲什么呢？好，好，每一项做了，伊讲是好的，看起来是真好。但是到做人的时阵，伊用骨卡好，甚好啦吼，真正好吼、哦，就是当时创立的迄个特殊，无恢复起来啊。主耶稣是要来恢复这个好的关系，要甲人好，人要甲上帝好好，甲家人好好，甲世界好好。哎，安怎安尼写呢？安怎安尼写呢？这是咱前面几年啊，有一个主题是无？甲什么好好？咱个讲呢？甲上帝好好。第二呢？甲家人好好。第三呢？甲世界好好，就是最特殊爱恢复起来，爱好好起来。所以这个好好呢，是最重要的，是上帝一个做工，就是要来传这福音，对天顶来到人世间，伊亲自做这个好好的工作，伊将家己献上，费劳啊大献祭啊。叫做赎罪，赎罪祭，用伊个宝血加砍咱所有的罪。伊不但加砍咱个罪，伊一直了宣讲嘞。伊一个来头一个开始传道时阵讲啥物呢？讲天国近啦，恁着悔改。到要上天啊，伊国话上天之前，伊讲啥物呢？啊，伊颁布一个大使命，也会记个大使命嘛，也是传福音啦吼。也是传福音，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官兵拢赐予我了，所以恁着去，予万民做我的学生，奉白囝圣灵的名，共因施洗。凡啊，我所吩咐的，恁拢着教示因遵守。我就甲恁三个弟咧，直到世界末了。这是主耶稣颁布迄个大使命予咱，伊毋忘咱继续伊的时间。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啦吼，予万民做主耶稣的学生，并且教示因遵守，毋是因咧，是咱所有的人拢着遵守、遵行上帝话语。当然啦吼，传福音无安尼容易啦吼，啊，但无艰难啊，无叫人遵守这个上帝话语，也是无安尼容易。这世界有真侪败坏的代志。哦，当咱无看到这无公理的代志，咱是怎样反应呢？咱也着想咧，主耶稣伊来做虾米工，咱也着做虾米工。当这个世界无公义的时阵，咱是怎样咧？咱有努力去伸张正义嘛？当咱看到迄、那个拄则读这压伤的芦苇，江残的灯火，咱有想起虾米人无？咱身边有啥物块软弱的人无？咱心情是怎样呢？咱有生出迄款啊慈悲怜悯的心去帮助因吗？或者是世界所讲的，甲咱的圣经无合的时阵，啊，前一段有诶，一直来讲啊，同性恋的啊，什么 LGBTQ 啥物啊，真侪项啊。甲咱这个圣经说，一个查甫一个查某，一夫一妻，将家庭的关系无合的时阵，咱是用什么心情呢？咱是持守真理吗？咱是有站起来发声吗？啊，这拢是咱着去传扬的，啊，着将上帝的真理，着传那个公理，着传到地极，各种关系着恢复起来，着好好起来。但当然咯，这是要讲究方式方法，不是硬硬来啦吼。传福音不是硬硬来的，这方面主耶稣跟咱立了这个模样。这模样是咱今日要看的第三点啊，咱仆人做代志的迄个态度。仆人做代志的态度是啥物呢？咱想啦，咱也来换位来想咧。咱厝内那一个仆人，吼，虽然跟咱关系好。伊有做代志，但是规日予咱面色看，啊，态度无好，啊，
或者是硬硬来面臭臭，咱袂爽嘞啊！所以传福音是啥物？是啥物？啥物？着啥物方法嘞？啊，这是第三点嘛，咱要看的啊，吸引人来归向基督，吸引人来归向基督。经文第二啊，第二节啊，四十二章第二节是怎样讲嘞？这仆人伊是用啥物方式？这仆人伊无宣量，无用声，也无予街上听见伊的声音，伊的声音敢那听袂到呢？啊，压伤的芦苇，伊无压断；将失的断好，断好，伊无分别，伊便真实将真理传开。各位，这当时这个。啊，主前七八年前，迄时是真正稀罕的代志啦吼。当时的迄人呢，拢是皆是用靠武力、用军事拍来拍去，那赢的哇，你拳头骨较大粒嘛，你就赢了啦啊。但是当时呢，迄先知以赛亚写落来这仆人是用什么态度？伊要传上帝公理，伊唔是强迫的手段，乃是用迄个弱者。热手段，压伤的芦苇，伊无压断；木屑的钉火，伊无分别。伊用什么呢？叫做用柔和谦卑。伊有用恩典，用怜悯。各位啊，真正传福音嘛，唔是强迫人去来信耶稣啦吼，唔是强迫人嘞，是着吸引人，吸引人就有效果啊，吸引人就有能力。现在主耶稣伊伫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我心内温柔谦卑，恁着学我诶啊，负我诶轭啊，学我诶款式。吸引人来对耶稣，就是着去听、去服侍，或有需要诶人，咱着知影身边诶虾米人有需要，咱着去关心、去服侍啊。前几日一个姊妹，伊甲我讲，伊讲伊个先生安怎会信主啊，会受洗啊，信耶稣。伊讲是伊着病啊，徛老君厝个时阵啊，伊个组长呢，哇，经常去，哦，可能差不多是逐日去啊，去迄、那个去探访，哇，伊个。伊个先生伊讲，哇，我个囝拢无，也无安尼发疼我。伊讲，哇，你个组长个个啊，逐日来看我安尼，伊受着感动啦吼，受着感动，伊伫这个组长个身顶看到上帝疼啊，伊就受着感动，啊，才信主，才受洗。啊，有个人讲传福音真难嘞，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咱呐活出疼，活出平安。就会吸引人来信耶稣。我认识一个兄弟哦，这个兄弟呢，伊有一摆坐迄个 bus 去迄个礼拜堂，伊去礼拜日吼坐巴要去迄个敬拜主。迄日呐 ，bus 面顶啊，一个人伊来问伊，伊讲阿兄你去倒位啊？伊讲我去礼拜堂敬拜上帝啦。啊，伊讲我会使甲你去无？伊说会使，我欢迎你甲我做阵去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伊讲哇，我今日心情真歹，也无平安嘞，啊，真乱。但是唔知怎样，我一看到你啊，感觉心内就有平安啦。啊，我带你去会使无？伊讲会使，啊，就带来礼拜堂啊，敬拜主。啊，对，迄日开始伊就开始信耶稣。啊，而且到伊当天家啦，已经当天家了。啊！但是伊确实是因着咱这个兄弟，予伊感觉有平安，倒伊来这个礼拜堂，伊是信主了。请兄弟姊妹啊，最近咱礼拜堂安息主怀一个老姊妹，无人哦，无人甲伊传福音的，无人甲伊传福音，但是伊愿意信耶稣，真正奇妙嘞。啊，虽然伊个查某囝信主，伊个养女也信主，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啊，唔敢甲伊传福音，
惊伊互伊骂，啊，毋嘛当面传福音。但是咧，因拢是无停个为祈祷啦，哦，为这奶妈，为这老母啊，这啊信下向信主，为伊个救恩一直祈祷。啊，当然也是有贴心，有服侍啦。但是只是无人甲伊传福音，无人敢甲伊传福音。这个老姊妹呢，伊看到，伊目睭看，一看你有行动无？一看这养女的个老爸哦，信耶稣了，哎，有平安嘞！啊，对死亡伊也无惊嘞，无惊死亡嘞。啊，而且呢，一看到这个养女呢，信耶稣了，这个生命有改变，安怎改变？伊看到这伊变得真正温柔、体贴、有疼心、有耐心，而且有一日呢，就问这个养女讲。问伊讲，我甲你去教会会使无？啊，对心内发出来凶个啊，你免什么传福音个？伊只要即句话，我甲你去礼拜堂会使无？伊讲会使个，就带传来咯。啊，对迄个开始，伊就信耶稣了。啊，一直到当伊当天机，啊，生命个见证是最好个传福音个方法。亲爱的姊妹。主耶稣吩咐咱着彼此相疼，啊！伊讲恁若是有彼此相疼的心，众人着安尼认出恁是我的学生了。咱礼拜堂啊也提倡着彼此相疼，咱为了更加好的落实这个彼此相疼，咱下句崇拜呢最近提出一个口号啦吼，口号。啊，讲什么？咱想要来建立这个彼此联系的教会，建立这个联系教会。什么是联系教会？就是兄弟姊妹的互相联系、互相关心、彼此相疼。咱下个崇拜500+个会友啦，吼啊，有一家会众，还未信主的，啊，不是咱的会友的啊。有6-7个咧，吼，总个有6-7个，吼，咱需要真侪即个联系人来做中间人，起着上传下达，哈，互相即个连接即个工作，吼，啊，着做耶稣的手、耶稣的脚来彼此相疼，吼，咱有能力的时阵，就是去关心别人、照顾别人，吼，或者是啊联系别人。当咱身体软弱，每一个人拢会是软弱的吼。到某一日，咱家己做袂到啦，啊，就有别人，因为咱已经是形成一个好的文化了，吼。到时若形成一款好的文化，别人就会来关心咱，来听咱。所以这个是一种叫做好的循环啦，吼。咱就努力来往这个方向，来啊，这个往这个方向来行。哦，大家来彼此相牵，行这个人生的道路，彼此做这个叫做基督来的良伴啊！啊，每一个人呢，拢是欢欢喜喜过这个人世间假久的日子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呢，各位啊，过去这个咱圣诞节啊，圣诞节有一个。真正感动人的代志，唔知恁有看到啊？哦，这是啊，《联合早报》内面啊，伊为了报赏这个好的工人哦，这是一个主人安排菲律宾的工人的迄家人啊，伊厝内的人啦、啊、吼，来新加坡团圆啦吼。这是《联合早报》啊，伊报道，伊讲这伊的工人呢啊，真正忠心服侍5年啊，对伊的。大家大官真好个照顾，啊！伊甲即个主人个关系啊，真好，敢若是一家人呢。啊，疫情期间呢，有几啊年，伊无变甲亲人团聚啦。即个主人为了予伊个安心个做工，就好款待伊甲伊个家人。啊，伫即将伊个家人对菲律宾再请来新加坡啦。哦，伫一星期内面为因开袂少钱嘞。啊，除了安排度假酒店、啊、度假酒店哈、啊，度假的酒店啊，佮请因食迄个海鲜大餐，佮送工人的囝迄款新的
运动鞋啦、衫裤啦做礼物。哦，各位啊，咱上帝也是有真正慈爱、真正恩典哦，伊有一个大大的礼物伫天顶咧。恁知影啥物无？叫做荣耀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，我无看到啦吼。我无看到，但圣经内面有安尼写，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为咱存留。吼，只要咱效法基督，甲主三亲，啊，传扬福音，活出见证，天顶荣耀迄个冠冕，一定为咱存留。咱毋忘啊，毋忘，迄一日来到的时阵呢，咱甲上帝面对面，上帝对咱讲呢，讲啥物话呢？咱毋忘即句话啊。每一个人拢有变听到这句话，哈、啊，这句话啊是圣经内面马太福音25:21，咱盼望每一个人拢能亲自听到上帝对咱讲这句话，讲什么？讲好，你这个，咱一齐来读好无？来，好，你这个良善、个忠心的仆人，你伫无罪的代志上有忠心，我要将真多代志派你管理，会通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各位，这是咱的愿望，求主帮助咱做上帝所欢喜的仆人。咱一齐仰头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，你本来有上帝的形象，却是谦卑家己，除了仆人的形象，成做咱的人的款式。你个尽心顺服，以至到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顶。主啊，你是上帝所欢喜的仆人，共阮立了真好的模样。求主帮助阮，以基督的心做心，予阮愿意效法主基督。做主中心的学生，追求圣洁，活出圣听，做主多情热心的美好见证人，奉基督圣名祈祷，心情所愿。